院长揭示启动。反馈权认证标志，并且有法务部24小时九九服务的免费电话0800-024-099，我们期望全民一起来响应，你会选，我会打电话。反报正式启动的机会，我们特别请院长将反馈权认证标志交给中选会黄主委，转各县市选举委员会及所有的参选人印制于选举公报及竞选文宣中，共同支持反馈权行动。谢谢院长，谢谢诸位，请院长黄主委回座。12月1号，国内即将举行县市长、立法委员的选举。这个不但是政党轮替以后第一次全面性的选举，更是未来稳定政局、实现改革、拼经济、扫黑金的关键契机。行政院为了展现政府打击贿选的决心，特别召开政务会谈专案讨论，指示法务部应该负责统合检警调等机关，采取积极有效的查贿行为，一旦发现贿选的情势，务必见其履职，深入查办，违者不分党派，不论身份，一律尽速速侦速结，就办到底。我想贿选跟所有的犯罪行为一样，我们必须预防重于治疗，所以教育宣导应该与制裁同时并重。法务部特别规划一系列的推广工作，以全面性的媒体广告教导民众反贿选的真意，及提供有效检举贿选的方法，并且特别制作反贿选的识别标志，请候选人借着对认证的支持确实杜绝贿选，让不买票不卖票蔚为社会的风气，形成一项全民参与的运动。本人最近也遭人按铃申告政策贿选，那我也现在是法务部检察官侦查贿选案的被告。不过我要由这个事实也要让各位很清很体认，连行政院长都会当贿选案的被告，贿选案的侦查绝对不会有人有例外。你不要认为你是什么党派，你也不要认为你是什么身份。行政力我再度重申绝不介入法律的侦办，我要求检察官完全就凭着证据速侦速结，无枉无纵，
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没有什么法律的假期。我在这里重申政府的决心，当然我也要求检察官所有的同仁，我们希望在财政方面要非常的慎重。检察总长卢总长在这里，我们绝对要无往无纵，依照证据来依法侦办。最后，法务部查会督导专车将于今天正式启动出发。我再次的强调，政府上下一体，以最大的决心，只问证据，不问身份党派，发现贿选，绝对办到底。希望办一场干干净净的选举，也要办一场平平和和的选举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必修。上次是我的职业，廖伟顺是我的专业，我谈的不是钱，是抓鬼，抓一个赚一个，我们做院子，我挂落去，官顶500万哦，立委1000万，赚偌多不要紧，预算无抓，台湾政治袂好，免惊，澳门无大，立委顺。我的卡电话0800-024-099。我们将于11月8日推出第二部的打扫篇，以及11月11日第三部装脚篇。届时我们都还会再举行首映的这个首映的典礼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共同指教。那么在很早就已经被查会工作起跑了，而且现在正是密集的展开各项的查缉工作。那么今督导专车启动典礼开始。首先请各位长官到督导专车前留影。马上要开放正式，我们就开往板桥地检署了。恭喜院长就位。各位老师回到原来睡位，有鸣枪的音。黄署长上车，请吴检察长上车，请卢总长上车。请陈部长上车。都请院长鸣枪，让我们一起倒数5、4、3、2、1，督导专车启动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小姐。好，就这样开始了。